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戴隐形是女生帮我戴的，那时候我很胖，怕拔不出来。HK 麒麟直接改名，直接进化，神兽来了，神兽来了，啊，神兽来了。你们觉得团员谁最帅？真男人不是吗？官方说真男人是 GCS 三帅，是我吗？真的是我吗？好啦，你们我在我的台一定要说我比较帅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比较不要脸一点。我戴过隐形眼镜吗？戴过啊。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戴隐形眼镜是女生帮我戴的，就是那时候国中想学着打扮自己，第一次烫的头发，你们猜是什么头发？对，就是玉米须。可是我的玉米须不是那种夸张的那一种。烫完头发之后，我就是有学着去戴隐形眼镜，就是女生同学就是帮我戴隐形眼镜。那时候我很怕，你知道吗？怕拔不出来。戴是女生帮我戴的，拔是我队友帮我，我还搞他想，拔是我自己拔的。后来就习惯了。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隐形眼镜碎片是直接掉在那个我的眼睛里面，我那时候很担心我会不会瞎掉。那时候医生还很白目的笑我说。啊，你这个等一下不要乱动哦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会瞎掉。我还很白痴的打给我妈，妈，那个医生跟我说那个什么隐形眼镜什么，就是讲的很夸张。然后我妈就说哈，我不会怎么样，什么瞎掉什么。我妈很配合，因为她跪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是眼睛睁开，她拿一个夹子把我夹出来，然后医生就夹出来，就跟我说好了，我说啊好了，哎，然后靠，啊前面是在讲屁哦。什么时候要改名叫 HK 麒麟？好，我现在直接改啊。HK 麒麟 ，OK， 小麒麟，小麒麟比较可爱，是不是？好，直接改小麒麟。小麒麟听起来比较可爱。比赛的可以改吗？当然不行啊，比赛当然不能改啊。我是神兽哦，请让我打野。神兽赚到小麒麟哦，哎，他的灵打错了。他就说：“干你在攻杀小的小麒麟，这跟我卖萌啊，小麒麟。”他直接选领零 ，OK， 什么都要领 ，OK。啊，我打野有什么是领的？打野好像没有一个叫领的、欸。哦，领地啦 ，OK OK， 我们直接领起来。这把我们是需要出一点模仿的，因为对面奇尔，我个人还是会出个韧性，而且对面控制还算多。欸，其实还好，主要是法伤啦，他们的中斧，我怕被直接打到中野啦，啊，中野斧都有啦，这把韧性就对了。上路被单杀，哎呦，他直接让我全部的经验。哎，阿英怎么是丢过去那边？吃个钱呢，准备登短蓝，下路直接来。我觉得对面打野就是这样，直接在上。哎呦，这个辅助专业哦。开烧吗？开烧吗？修起来，修起来！嗨呀嗨呀嗨呀！开修喽！所以啦，直接烧吧。这奇尔应该有大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轮流分担，好不好？他也不敢直接大我们，不要让他大到距离。哎，可以哦，普攻 ，nice！ 兄弟轮流分担，我在你后面。哇，我们的双灵合作，有没有看到？他没吃完了，他没吃完了，没事没事，直接夹起来，直接夹起来，直接夹起来，神兽来了，神兽来了，啊，神兽来了，不要被动，不要被动，神兽开杀，哦哦哦，拉打拉打，哦，奇尔乱甩招，他死了他死了，奇尔乱甩招，死，开个灯开个灯，哎 ，elephant 不要死啊，动保协会在这。哎呀嘞！怎么都没东西吃啊？
OK OK， 我直接开吃。我在我在我在，你敢电吗？你敢电吗？你敢电？我们这里有一个火力发电机哦。我来了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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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西瓜来了，西瓜来了，我来吃西瓜了。夏天要吃西瓜了。十。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们。中路我来了，中路我来了。会不会遇到奇尔？你还敢点？你还敢点电力发电机？垫得起来吗？死，没事，干那一下没报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保持距离，别被晕。哎呦哎呦，卡枪卡枪，这个卡枪害我少吃一支兵。看一下，开个灯，直接开吃。OK， 中路我来了。来处理这个电力发电哈，我们直接追到底。还不交闪，还不交闪，那你死了。可能他没闪，抱歉，我误会他了。他被我征服了。屠龙，哎，我的队友怎么送起来了？你们的开送就是我的开收，看我怎么一个打他们全部。敢不敢来啊？敢不敢来啊？敢不敢来啊？你们的开送就是我的开收。吸血，吸血。哎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开追，开追，开追。开收开收，没在管，没在演，没在演。注意了，赤血攻开西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哪里哪里哪里？他刚右转了，我也右转。他往前冲了，我也跟着往前冲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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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动了死我吗？动了死我吗？还想吃我狼？哎，他有红 buff 哦，让底下来。喂，开点开点，哦，拍谁啦？不是安内啦，不是安内啦。开射开射开射，还有谁还有谁？开射开射，开射开射，再来啊，来啊，哪里还有谁？看起来是一波狙哦。开冲开冲追，炮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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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 nice， 直接进化成神兽开杀，直接改名，直接进化。我来看一下我打了多少输出。小麒麟打了 41.1%.7%， 双灵合作，哦，跟凛凛的合作，双灵合作有改名有杀，对不对？好像是有，又有一只另一只麒麟来，怎么可能被处理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被处理啊！我的名字哪时候改的？我上一场改的，我上一场改的。